记者王新瑜台北报道，男星陈冠希与秦舒培去年五月被拍到在大街摸臀热吻，让恋情曝光。今年四月，秦舒培为他生下女儿，陈冠希一转过去浪子模样，变身晒娃狂魔，三不五时就贴出女儿的照片。昨日，他又贴出一张女儿的第侧脸照，让网友惊讶的是，宛如洋娃娃的长睫毛，让网友直呼超可爱。陈冠希曾挖出自己的童年照跟女儿对比，像不像？翻摄自微博。陈冠希九月到台湾参加活动时，就曾大方坦诚，虽然才十多个小时没见女儿，但已经开始想念对方了。这次他又贴出女儿肥嘟嘟的侧脸照，照片中可以看到她的睫毛超长，模样超级可爱。不少网友留言大赞：好萌啊，这睫毛的长度我认输。陈冠希变身晒娃狂魔，翻摄自微博。